在这几年学习里面参加了很多不同活动，例如 J Company Program， 赢了奖项之余得到了很多不同业界的专业人士和老师他们的专业意见，去了不同的酒店实习。当时读书的时候学了一个概念的，就令我印象深刻，叫 Service Recovery。 2015年五月份就成为了其中一个接受奖学金的学生，去了南澳洲他们 study tour。 我相信这些种种的经历也会帮助我在事业发展提升竞争力。在第一年实习的时候已经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实习，面对面这样去教小朋友，其实是帮到我去学不同的教学技巧，都需要负责跟不同的家长沟通，沟通技巧方面我觉得自己都改善了很多，确立了我之后要做一个幼稚园老师的目标。在最后一年的时候，学院安排了几十个幼稚园校长来BU 呢一度咧，同我哋去做 mock interview 啦。完咗嘅時候，佢哋都會同我哋傾翻，話有啲咩做得好啊，或者有啲咩地方可以改善翻，令到我哋日後求職嘅時候個信心都大咗嘅。喺 CIE 同老師嘅關係好好嘅，好似師亦友咁樣啦，大家都會好開心，好融洽咯。就算出嚟做嘢嗰陣時候，我有啲 career 上面有啲問題，我都會問下佢。通識科目諗翻轉頭最有用咧，就真係係 public speaking 啦，同埋英文寫作。出嚟做嘢，我除咗要寫 report， 仲要做 presentation 俾翻啲老細聽啊。咁喺呢個時間咧，嗰陣時讀嘅 public speaking 咧就好有幫助。都多謝啲老師，即係話俾我聽，其實我可以咁樣去讀好啲書，然之後就一步步咁樣就經過飛聯，之後再入翻學士。我 total 用咗四年時間去完成副學士同埋學士一課程。在中五畢業之後咧，我就出嚟做嘢啦。咁大概兩至三年前咧，就發覺事業個發展唔係太大嘅空間啦。咁再加上咧，就係見到自己嘅 subordinate 咧，多數都係一啲大學生，咁所以就決定不如去讀書啦。之前咧，其實諗嘢方面都比較負面嘅，信心唔係太大啦。咁但係讀課程嘅時候咧，各方面嘅技巧，例如談判技巧啦、口頭簡報或者一啲英文寫作咧，都係有所提升嘅。咁我本來就係做人力資源部噶啦，透過課程係令到我可以揀嘅路係多咗好多。讀呢個課程之前咧，咁我都係有啲朋友啊，咁同埋咧都係做緊一啲 safety 嘅同事，佢介紹我嘅。公司當然會有一個很大的 support 啦，譬如就係話我以前在行李處理區工作的時候咧，往往就係好多同事咧就會因為一些人力的搬運啊，或者係自己不小心啊而導致受傷啊咁樣。讀咗呢個課程之後，咁我將呢啲知識帶翻嚟公司，製造咗一些比較特別的儀器，咁令到佢哋受傷的機會從而減低。在呢個 course 裏面，佢教嘅嘢比較全面，在嚟緊嘅三跑項目咧，我應該有機會咧可以攞到呢啲咁樣嘅知識去幫助公司。咁我就好欣賞啲老師啦。其實喺課堂以外咧，我哋都有一啲交流。就算我哋畢業之後咧，我亦都有聯絡。咁希望咧將呢啲職安健嘅知識大家去分享。呢、这個課程咧口碑好好嘅，佢嘅師資都好優秀啦，咁就係一啲好資深嘅醫護界嘅同事嚟嘅。其實呢個課程裏邊咧，我哋學到好多臨床嘅管理技巧啦，咁就例如點樣可以去面對一啲新嘅醫療改革情況啦，而另外亦都可以學到咧開始有啲新嘅服務喺人手編排啊、設備啊、工作流程啊裏邊點樣配套等等。講師咧都用咗好多澳洲同埋香港嘅案例去分享翻俾我哋聽，臨床嘅實證同數據咧都對我哋護理嘅服務好有幫助。有數據嘅支持嘅話咧，同事對於各項嘅護理工作會更加有信心，同埋更加樂於去做。